APP 2011重磅出击，全程直播快银真人秀，独家自制节目，都是真人秀无法触及的死角。关注快银真人秀，关注 PPTV。阿雅与蝴蝶姐姐来 PK， 不仅要争锅子，还要对阿基师表示爱意。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就特别想要见一个人。谁？阿基师。阿基师师。阿基师师。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小秘密。宫保鱼蛋呢，顾名思义，两边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油锅了。哎呦，您就知道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它脚软。你的声音太性感，我没有办法专心哎。对，就这样撒过去。粉啊，对对对，这样比较均匀。为什么我就觉得你在节目之后詹姆斯有点闷闷不乐啊？很担心你这个组的这样子。真的假的？外国人对于我们皮蛋的看法哦，我个人倒觉得我们可以适度的自信了，但是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爱你不是没道理，没道理。面对阿雅疯狂示爱，阿基师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示？千万别错过爱意百分版的型男大主厨。欢迎光临型男大主厨，大明星来下厨。是的，我们这是每天晚上跟大家呢朝夕相处的型男大主厨。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样的每天求新求变呢，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过瘾，还是觉得目不暇给呢？有任何的优点缺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从每一个来做菜的艺人朋友身上呢学习很多做菜的人家的私房菜，对不对？今天呢来的请了一组这两组了，这两位呢可以说这在我们圈内是多才多艺的两位。你们对他的看法如何？其实我跟这两位渊源还蛮深的。哦，一位是我大概15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啊？我当时都称他为姐姐。姐姐，对。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他是我高中就认识，他是我同学。同班吗？没有，不是，你是我们不同科系，你是国乐科，对，他是舞蹈科，他是舞蹈科，所以以前就是大概就他也是在学校也是很活跃，才华洋溢的两位，不同世代的美少女，欢迎蝴蝶姐姐阿雅，欢迎两位。好巧，不讲还不知道嘞，对不对？对啊。好了，今天两位是来宣传的，你们两位是重点。待会呢，我们可以边做边聊，对不对？哎，可是要送你们哎。当然当然，感谢感谢。我好需要这本书。哎呦，真的好，乐活美人，乐活美人生机饮食啊。对，有只要有这个点石成金的精神，就可以当乐活美人了。听说你曾经吃了，就很快就是在一个10天之内瘦3公斤啊。对，我就是照里头的食谱吃，但是那样子吃可能有点太严格了啦。可是平常如果注重一些健康啊，然后可以用一些自然的食材来吃的话，因为我觉得女生到了一定的年龄，靠的就是气色，就再多的那个保养品都没有用，你只要吃对东西的话，由里到外的都漂亮。哦，怎么那么肤啊？皮肤没有光泽也不行，真的。如果再搭配一点点石成金舞蹈，太棒了。其实讲，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特别想要见一个人。谁？阿基师。阿基师师。阿基师师。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小秘密。是有这段吗？阿基师师有啊。你们俩也有过，也有交情。有交情，但没有交往。来，蝴蝶帮我念一下。好，最爱的阿基师师，点石成金，真的很好听哦。不会。阿基师师在那边，你来送给他，送给他。谢谢，谢谢，谢谢。你脸好红啊！谢谢，谢谢你。想念你。好红，脸没有。谢谢。我知道你最近在代言猪脚，对不对？猪脚界都要跟你学习。谢谢，别这么说。谢谢啊。谢谢。阿雅，阿雅回来，阿雅回来。好了，把点石成金介绍一下。好。点石成金有很多场活动哦，主要介绍。台北场8月13号礼拜六在中和，然后8月21号在台中，9月4号在台北，然后在桃园、高雄也都有。然后因为这个还是打样，因为偶像歌手不知道什么都是打样。偶像歌手，偶像歌手，偶像歌
歌手。对，在宣传的时候都是打样，所以都有预购啊。是是是，所以之后会再送给陈真哥，还有哈哈，还有。这一盒为什么这么大盒？你的打样是故意放大，还是说本来就这么大盒？你真的很聪明。哦，这个里面还会送一个小水壶呢。还有小水壶啊？小水壶，哎，真的很小，大概这么小吧。一口，很可能就第一。男配药师的。对，没有，这是真的小孩可以用的，儿童喜欢的。待会儿呢，我们好好的来边在边做边聊。等一下呢，会就是你们两个一组，然后你们两个一组。对。明白吗？好了，指令菜，指令菜，请看。宫保皮蛋，两组人马进行第一阶段的指定赛，来就位。何女士，请。好，那宫保皮蛋呢？顾名思义，两边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油锅了。哎呦，您就知道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脚软。你的声音太性感，我没有办法专心耶。真的有种分叉的男人味。你可以先把耳朵戳瞎吗？你不，他不讲也不行啊，对不对？对，要过油，要过油。然后呢，宫保的味道就是以干辣椒作为主要的炒香的味道，那么一定要带麻辣。那麻的部分有花椒粒啊，请特别小心，不要麻到苦了就可以。那么跟干辣椒结合的时候，它是适度的一对一的比量就够了。哦，嗯，那像你一样辣吗？我一点都不辣，我有一点。不要这样子，只要炒的。只要炒的像你一样香就可以了。啊，哎，有。来，两位姐妹，请回座。十分钟已够，操作时间十分钟。准备，宫保皮蛋，计时开始。陈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阿基师吗？为什么呢？真的。因为呢，就是我有注意他去演讲啊什么，他真的都传递的是正面的消息。那肯定的。对啊，然后就有人问他说：“那你把这么多的那个秘诀都分享出来了，不会像魔术师就公开变魔术的方式吗？”可是是那是。可是他说，怎么说？分享呢，并不等于失去。Oh my god！尝味道，你就一直加一加加，然后不用尝。香，很香，凭感觉。他能犯这个错，你不能犯。你拿着，可以这样子哦。为什么要洒水？为什么要洒水？洒一点水，让整个淀粉呢附着在这个皮蛋上面更牢靠一点，不然你下了锅全部都沉淀了。嗯，好吃哎，好吃了吧？真的要加。味道好厚，好漂亮。谁说皮蛋很恶心？那大家吃到意犹未尽的宫保皮蛋，广告之后可千万别错过阿基师的示范哦。多的那个秘诀都分享出来了，不会像魔术师就公开变魔术的方式吗？可是是那是。可是他说，怎么说？分享呢，并不等于失去。Oh my god！ 阿基史诗，讲出这么有智慧的道理。这个话很感人，可是他表示那个气度啊，但是他在你的爱情感情里面可不能分享了。我没有要分享，我没有要分享他的肉体。我怕你太贯彻，我怕你太贯彻这个想法。但是他的人生导师，人生导师啦。对对对，我是很敬仰他。还有八分钟，两边。这边呢，把皮蛋切碎，切了以后，蛋仁应该会切成了丁状，我想。太大了吗？其实那一组我真的不担心，因为蝴蝶完全不会做菜。这边要加油，小心哈！我们到隔壁走一走，待会回来。来，这边请。给你另外一个动作。你用剪刀剪这个。蝴蝶姐姐真不容易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坚持了这么久，对啊，其实很哎，其实当那个儿童节天后很辛苦，对不对？没有啦，没有啦，不是天后啦。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其实你们更忙，对不对？对，暑假算是我们的那个旺季。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嗯，不像说平常是只有六日，对不对？嗯，哇，你们暑假每天呢？对，人家暑假放假，你们是加班，对不对？对，我们是加班的。辛苦。这种见面会通常都会有多少人呢？现场？你说小朋友吗？像这样子的见面会啊？哦，人山人海哦。哦，因为偶像出，对。对。天后出巡嘛。没有没有。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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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绕境。没有没有，讲的好像妈祖。还有六分钟，现场。这边要扒皮了，对不对？对，我们备料备的差不多了。嗯。好，来，我们到隔壁继续走走，来这边请。宫保的话，应该过个油就好了啊。你这个会不会快一点？好好好。一口气捞，你要全捞起来对不对？对，谢谢。这么难得，这么难得来。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啊。你很从容，真的很优雅。很不错啊，其实。非常对啊，非常的。花椒全下了嘛，是不是？是吗？
那你决定啊。应该不用那么多油吧？我觉得多了一点油。你现在炸过之后，就要准备要爆香，要开始炒了，对，要组装了是吧？要结合了。还有4分钟，来得及吧？两边，我想。那么短，你这个天使姐姐真的是来帮忙的吗？这乐国美人真是好厉害哟！为什么我就觉得你在节目之后，詹姆斯有点闷闷不乐的？真的，很担心你这个煮的这样子。真的假的？对对对。哦。目前，你要不要试着把那个跟它都剪开啊？哦，这个剪开是。还有在碗里面的还有吗？OK， 涂上来，让它上。快点小心啊，别让你焦了啊！来，我们到隔壁走走，这边请，加油，两边加油，两边呢手忙脚乱的，可是这边真的是比较混乱一点。有吗？有。妹妹，我们一直在考虑要怎么样让不要快啊，时间剩下不多了。好，我们乱中有序，对，就这样撒。哦，好，再做蛋糕有没有？下雪了。糖粉啊，对对对，这样比较均匀，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弄很均匀。对对对，好像没办法弄均匀。均匀了吗？你觉得？嗯，比较快啊，时间要快啊，两分钟，快点。好，开炸！开炸！炸锅炸，就这样简单。来，快把它炸多久？我要勾芡的。炸到它那个外面那个很漂亮为止。好，我来看，我来看。你确定啊？然后那边另外起，跟你们两个分工合作。先把它那个，然后我再炒。你们那边的姐姐们优雅多了，红油，红油。我们哎，红油我也加。优雅路线啊，我们番茄酱我加了。是走基础呀？好像番茄酱是不是？番茄酱有，番茄酱有。醋都加，是不是好？现在已经剩不到两分钟了，两边要加油了。对，米酒要一点。还蛮漂亮的，哎，这瓦斯炉应该换的啦，是不是？拿起来，拿起来，要高汤高汤呀！哦，对，我要爆香。拿起来了是吧？对，拿起来，拿起来，最后勾芡了，谢谢你，谢谢你。我刚刚也帮他们呢。哦，米酒加一点，大蒜我切。哦，黄大蒜切，谢谢。哦，很漂亮。砧板不用，哦，我有砧板。来，我们这儿请，快点，我怕你们打他，来这边请。这是不要切，切掉了，小心你的手啊！那先帮我关火好了。那我要把这个切下来了。好，来。其实那个不是最后，那不是最后上桌前就再铺就好了。是吗？我们先结束了。葱段要不要切一下？葱段。为什么还在这边？詹姆士有注意到细节哦。加油，詹姆士有注意到我。有没有进那么多油不用翻，真的很容易。这么多油翻比较危险一点。好，我这人喜欢走在危险边缘。这火要多大？中间。其实阿雅是一个非常狂野的人。是吗？而且是一个非常很有爆发力的人。谢谢谢谢。你看你那时候一些客栈的时候，你才几岁啊？20了没啊？差不多19。旁边的人都是很大，很对啊，那些资深的，坐我旁边都跟鬼一样，那些人都好会，好精，他一点都不逊色。对啊，谢谢你们看着我长大的。可以的嘛？你要干嘛？你要最后勾芡吗？勾芡了。等一下，我有。等一下。不，如果觉得太油，葱就全下吧。真的吗？好。哎，这个不要说。你如果觉得太油。哎，他们这样子就是在节目上，会不会有时候不自觉有夫妻之间的对话？其实有，我们很少互动，因为他可是很少生活了快20年了，你说这难免嘛，对不对？14年了。我们剩下最后30秒，这边已经到最后完工阶段了，自己要加油啊！好，来这边请。啊！什么？面对阿雅猛献殷勤，戴志华不顾老公就在旁边也积极示爱啦。你看他的专注，他只是拿剪刀在剪东西。对呀，感觉上今天那个阿基师被那个阿雅这样子折腾过后，他特别的利落，整个不是折腾，是因为我加油之后他特别的有劲儿。我也强帮阿基师加油呢，怎么没见你这么利落？哎，那个第二哎。戴志华常常一不小心容易忘我。真的。我们刚忘了先生就不行。我们剩下最后30秒，这边已经到最后完工阶段了，自己要加油啊！好，来这边请。啊！什么？先不要吵他。哎，我们好
香哦，这坨盐掉了。刚刚好一大坨盐掉进去了，塑胶去碰那个热锅子啦。哦，真的，要不要锅子？应该有一点酱油吧。哎，还要有盐呢。哇，酱油，酱油比较好。哦，加一点红油。好，酱油。比较辣。其实还，目前哪边比较像？再加一点，最后再加。你说你做菜吧，应该都不像吧？那个不像吗？麻油。都像，还很糟糕。真的假的？真的。有到糟糕。你的最大的错误在哪里？要焦了，应该差不多了。吃过宫保鸡丁吧？就是鸡丁换成皮蛋而已啊。其实这是一道，也算是一道快炒的菜了。对啊。事先先拿倒数调好，帮我撒味道先调好。因为炸过了以后，动作很快，三两下就起锅了。是啊，那可是要起来了吗？好，起锅。起了。好。弄鱼，弄鱼，弄鱼，弄鱼。会不会大家发现什么东西没有用？胡椒？不会，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胡椒要多的。可是我没有尝味道哎。啊！来不及了，时间到。耶！没有尝味道，你就一直加到不用尝味道。香，很香，凭感觉。他能犯这个错，你不能犯这个错。你拿着。你到目前为止长到这么大，目前做过最困难的一道菜是什么？就是它了。好好来看一下示范啊！大师来了啦！大师来了！哇！你看他的专注，他只是拿剪刀在剪东西。对呀。哎呀！为什么觉得好像？为什么这边会这样子把干辣椒？花椒和蒜头放一块。等一下去炸的时候，这个花椒油呢有辣有香。OK。然后再用这个油来炒就到位了。哦，就不是单一的味道了。没错。哎，漂亮。那那边呢？那个大盘子上面是干嘛用的？这个是用来下锅爆炒的。爆炒的。对。爆炒跟炼油的分开来的。分开。所以这一碗是炼油的。对，没错，没错。炒的时候的。哦。哎呀，为什么感觉上今天那个阿基师被那个阿雅酱折腾过后，它特别的利落，整个手不是折腾，是因为我加油之后它就特别的有劲儿。我也常帮阿基师加油呢，怎么没见你这么利落？哎，你看你厉害嘞！对耶，有道理。戴子华家教不好，一个不小心容易忘我。真的，我们刚忘了先生就不行了。刚才我们都忘了问嘞，这个他下锅炸。过油这个温度到底要多少啊？哦，这个温度啊，中高温就可以，大概180左右就行了。皮蛋过，皮蛋是180。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很好奇耶，大家都说现在皮蛋不是用马尿做的了，那是用哪来那么多的尿？那所以是用谁的啊？啊，是用尿啦，没有啦，还用谁的？不是啦，用隔壁王伯伯的。那以前为什么用马尿，现在不就不用了？因为以前科技没那么发达嘛。哦，公馆里面有水，对啊。哦，英国人怎么会觉得我们皮蛋恶心？哈，怪了。虽然他们觉得我们皮蛋恶心，可是皮蛋验出来，皮蛋的胆固醇是比一般的蛋都还来得低，是吧？嗯，而且营养成分更好。哎，你看那个阿基史诗，它过的油好漂亮哦。它什么香味都有了，就不会像你们刚刚只有花椒味，就色香味都挺少的。他其实就是连皱纹都帅的那种。行了，他脸又红了。其实我们刚刚在谈论这个外国人对于我们皮蛋的看法哈，我个人倒觉得我们可以适度的自信了，但是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对啊，我们自己认为好就好了。对啊，而且对，爱你不是没道理。你很可能会输他，你看看那个能量。对啊，来，爱你不是没道理，换你唱一遍。爱你不是没道理。烂透了，烂透了，你有外星腔，有外国腔。舞蹈出道连爱国歌都唱。老板，你是华侨，我到现在才知道。那么这一道菜呢，一定要把先调味料先调好。他刚刚说先调味。嗯。你先调好味道以后，你就不慌不忙啊。那这个最主要的味道是用那个酱油就可以了。高汤三汤匙，酱油两汤匙。对，一点点的糖调味哈。一点点的糖。对，这样子就行了。那么红油呢，跟锅边醋摆最后。起锅。番茄酱一点点，让它色泽好看。
但它不是吃甜酸的味道啊，因为整个酱油你加一点番茄酱的时候，它会呈现琥珀红的颜色。琥珀红，对对。为什么要洒水？为什么要洒水？洒一点水，让整个淀粉呢附着在这个皮蛋上面更牢靠一点，不然你下了锅全部都沉淀了。哦，好快啊！好，这动作好，这个漂亮，这个手好，这手漂亮。真的，这个下锅的油温大概有170吧？有，有哈，有。要高温，然后你炸到你在这边了，就闻到一个皮蛋的香味上来就行了。漂亮，真的很迅速哎。对啊，快很准。那么不要炸酒，炸酒的话炸老了皮蛋的口感就不好。那现在呢，我们用刚刚回锅提出来的这些个香油呢，来爆香这些佐料啊。这油应该相当香。香，把干辣椒、葱、蒜进来。您就不慌不忙这样子去炒，您不担心啊。那我们这边调味料调好的时候呢，这里头其实已经有淀粉了，可以不必挂芡了。哦，可以不必挂芡。它裹了太白粉是？对对。不担心不担心，你炒我们怎么会担心？漂亮漂亮。啊，原来。我本来以为是干干的。起锅了，完成了。好嘞。哇。好，最后起锅的时候呢，锅边处几滴在锅边。哇！宫保皮蛋完成。完成。感觉下呢，这一份刚才有不同的油在里面，对不对？那个爆香的油对味道有什么不同？来，先尝尝看。哦，我已经闻到。凑近点先闻，你凑到鼻子口，鼻子边上闻。香，怎么有入味的感觉？怎么会这么香？对呀，嗯，差好多。对啊，好吃哦。嗯，好吃哎，好吃吧？真的味道好厚，好漂亮。最后它皮蛋的口感跟它像那个油的香味啊，那油很棒。嗯，又有蒜香，对不对？辣椒香，花椒麻，哦，都很棒。真棒！孔融让梨，好不好？先吃姐姐的。好，来，哎呀，姐姐来。哎，我觉得不应该先吃阿基师的，哎，因为这样显得我们很逊，哎。逊是应该的。真的吗？你这样吃才知道差别在哪。哦，真的差别有差别。在油里面待太久。对啊，真在油里待太久，比较硬，它捞了。对，比较硬。如果不跟阿基师比的话，就是乍吃其实还挺唬人的，还不错啊，嗯，还挺唬人的。天哪，完了！再吃你们的。等一下，我先说，我们叫做盐酥皮蛋，对，像小鱼干哈。有一股这个盐酥皮蛋好吃啊！哎，你们的皮好厚哦。哦，那个太白粉的皮比较厚一点。哦，真的。对，我们撒比较厚。好，今天呢，你们第一道指定菜，先比再说，大家还有四道菜可以比。好，准备几排？阿基师获胜。冷静。阿雅还是蝴蝶呢？一、二、三，几排？阿雅呢？不好意思。对不起。阿雅赢在什么地方？詹姆斯。您在这边是试着要去做宫保的味道，但不是特别的像，哦，可是它的雏形有出来。那这边的小鱼干的做法比较不像宫保的做法，所以我选这边。就跟你讲是盐酥嘛，你干嘛耳朵那么硬？你们耳朵才硬，真的是宫保皮蛋哎。好了。阿基师总结，最主要宫保的东西呢，食材熟成了以后带有几分的湿润度。这边真的是稍显干燥了，尽管两边炸的火候都稍微有一点过老，但是有湿润度出来的时候，可以做到补强跟加分的效果。还记得我们呀，你讲小鱼干，我现在就想要讲感受中更。2-0，暂时领先。恭喜！那个新花色拿来看一下。哇，好漂亮啊！真的有新花色。你离它很近，没有。它的锅子颜色跟你衣服很搭。待会儿四方菜被他们拿了两票，你就没机会了。对，而且没有我的帮忙，你有可能，有可能了。有啊，有你的帮忙啊，有啊。等一下，其实我今天真的，其实真的没有把你们当成对手。今天来节目，我就是来看看阿基师，然后你知道跟大家聊一聊。完全没把蝴蝶放在眼里的阿雅，会端出什么厉害的四方菜嘞？
面对阿雅示爱，阿基师终于有了回应，而转身反问蝴蝶姐姐，却整个鸡同鸭讲了。你那时候合作那个真的猜来猜去的那个节目，在他之前是杨丞琳，在他之前，陈琳。陈琳应该，因为陈琳的年龄，你说你是接杨丞琳的吗？更高一点。不是不是，我是接林青霞的。我接周润发啊。你今天是汉堡后面还有饮料，对不对？对，我有一个高 C 的饮料，喝高 C 的果汁就又便宜，由内部来美白。对，然后又自然而然变白了。对“一白遮三丑”这句话有什么看法？可能适用于某些人吧，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人，对不对？对啊。阿基史诗，你觉得我这样子怎么样？这个肤色。You good. You good too. You good.锅的颜色跟你衣服很搭，待会儿四方再被他们拿了两票，你就没机会了。对，而且没有我的帮忙，你有可能，有可能了。有啊，有你的帮忙啊，有啊。其实我今天真的，其实真的没有把你们当成对手。今天来节目就是来看看阿基师，然后你知道跟大家聊一聊啊。然后顺便带锅子走，我懂，我懂你意思，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的，我懂，我懂他意思，我懂他意思。蝴蝶加油，好 ，OK， 谢谢。你的菜名可以先让我知道一下吗？很厉害的铁板豆，好厉害哦，好厉害！难吗？难，你有个难得很诚恳的表情，来一杯气。他今天整个气好虚，为什么？我会冒汗。四方带第二回合，可就各位。只要再下一层，就把锅子带回家，而且是我们目前为止第一没看过的花色。没看过这道新的锅子。锅子，再拿一锅子带回去。我比较 focus 在我要做给阿基师吃的爱的洛梨汉堡。爱的洛梨汉堡，请开始。OK， 好。爱的洛梨汉堡。你帮我把对烤面包好了，这样打开烤。什么？叉子。那是小刀，小刀也可以，拿小刀。哎呀，东西边右边是什么？我们当然要把那个核桃放进锅子里头，让它香味对。边炒一下是吧？对，待会回来看一下隔壁那一对，来这边请，加油啊！来呀来呀！你今天不能一票都没有哦。是，好，蝴蝶，蝴蝶，难得来展现厨艺，没问题。而且为我们节目特别准备的，对不对？没错，因为以前我爸爸都不让我下厨嘛，他不让我靠近厨房，不让我靠近瓦斯炉，他觉得太危险了。所以你有点恨，你有点恨他。没有到恨，没有到恨啊，但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少了一个才华。少一个才华，你已经够多才华了。啊，怎么了？没事没事，我只是有点稍显紧张。你别为我担心，可以的。最近内地去多了。我想要讲话标准一点，让你们听得懂。不会，你讲话我们都听得懂啊，全世界都听得懂。谢谢。好，我准备的今天这个铁板豆腐，它是鸡蛋豆腐，因为鸡蛋豆腐煎起来比较香，而且听说它比较好煎。对，比较好煎。听谁说的？就是那个食谱。啊，所以食谱他会跟你对话。食谱会讲话吗？你平常都跟他谈心。那食谱是有声的，对不对？有声。有声的工具书。对，它是。那一片片铺上去吗？你不要丢的，你不要丢的。好好好好。轻一点啊，轻一点啊，整个放进去，再用筷子轻把它拨到旁边。哎呦，你好聪明哦！然后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材料就是豆腐。你刚刚前面拨出来的那些豆腐不能用了吗？老花的，其实也可以用吧。可以用，可是因为我想这样的分量应该够了。可以啦，这样够了啦。可以用，不要浪费啊，它在放生吗？好好。因为你不放，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别的菜。好。就该做出来，大家吃不是很好吗？只要两面都是金黄色。对，两面都要煎。好好，那我帮你煎。谢谢你。那有要放调味料吗？蛋豆腐马上下就有蒸蛋的效果。先不用。煎蛋的效果。哦，煎就有煎蛋的效果。来，这边继续煎动，我到这边走，来。好。先煸炒一下。对，那我想要煸到什么程度？差不多，阿基史诗，你看这样可以吗？有闻到核桃香就行了。有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不是？有核桃香就好，要小心，不然会苦啊。OK。因为一般有糖的核桃不是不下去炒的，可是你的火候控制的不错。哦，谢谢。有糖容易焦黑啊。嗯。然后就加美乃滋。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杨安丽姐她跟我讲呢，最重要的秘诀就在于
蜂糖。蜂糖对，因为他说若梨会有一点涩涩的味道，所以如果你加了蜂糖之后，就会就润滑了那个口感。对对对，把它平衡了。一定要蜂糖吗？其他黑糖浆不行吗？嗯，可以试试看啊。黑糖浆行不行？照着原理说来，蜂糖的香气是黑糖浆没有。它要全部呢，全部弄散了呢，还是呢，还是有口感在？就最好是有一些是可以把它弄散，然后有留着一块一块的，这样你还是可以吃到若梨块。好，那把烤好了。烤好，然后涂一点奶油，奶油现在已经融化了。嗯，所以阿雅，你今天是汉堡，后面还有饮料，对不对？对，我有一个高 C 的饮料。高 C 的饮料。因为我在这本书就在讲啊，其实像美国人有一句话是 "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女生就是擦很多美白的保养品，可是其实呢，喝高 C 的果汁就又便宜，由内部来美白，对，然后又自然而然变白了。我是会自然而然变白吗？就是要常喝啦。洛梨也是美白的。那你喝的人家不够多，对不对？我不追求很白啊。那是，对不对？那是太白也怪怪的。对于"一白遮三丑"这句话有什么看法？可能适用于某些人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对不对？对啊。阿基史诗，你觉得我这样子怎么样？这个肤色 ，You good, you good, you good too, you good。其实阿雅，我给个建议啦，以后如果碰到洛梨没有完全收效的，不妨您可以拿到里头去烤一下。哎，真的哦，或者用个微波炉煮一下就搞定了。哦，就马上变得很软吗？嗯，因为这种褐色皮的通常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了。哦，你看，马上就学到了。如果口味喜欢再重一点人，还可以再涂一点那个什么，那个美乃滋。哇，这个真的，我跟你讲，每次我在美国吓唬外国人的时候就做这个，还有我们中国菜啦，只要面包加洛梨，基本上就已经是接近满分了。嗯，真的，洛梨本身很好搭，百搭。对，你甚至于把蒸熟的白饭那拿来做淋咖喱都很棒，都好吃，真话。哦，真的，真的，尤其是像我们去秘鲁啊，它不过一个普通面包加个洛梨加一个蛋，哦，就已经吃到快掉泪。掉泪啊，很好吃，这表你们感情好丰富，超好吃的。所以哦，我看你们那边就放弃，就直接过来这边吃一吃就好了。你把男的聚一聚，过来聚一聚算了，好不好？真的，汉堡好不健康哦。我是洛梨汉堡，而且假设他们做汉堡，我们就做三明治就好啦，那么简单。你想不想当乐活美人呢？那不是铺一铺就好了？对啊，叠叠乐。那你告诉我这怎么出来的？我敲你头上。你们那时候合作那个真的猜来猜去的那个节目，对，他后来进来嘛，对不对？后段才加入的，对，那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吧？我想，对，感觉怎么样？他那个人，就是你知道我在跟他合作之前，一直怀疑说怎么可能有人讲话就是这样，结果还认识他之后，发觉他真的由里到外就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女生。谢谢，真的。因为你也合作过不少人了，对不对？对啊，她算是相当特别的女生。对啊，而且我每次参加一些聚会需要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需要蝴蝶姐姐，小朋友很容易拉近距离。他是小朋友世界的，在他之前是杨颖哎，他是在他之前是杨丞琳，在他之前，陈琳应该没有啦，因为陈琳的年龄你是接杨丞琳的吗？高一点，不是，我是接林青霞的。阿雅为了赢锅子，特调果汁令人赞赏，但蝴蝶确实做法变。你要勾芡呐？哎，你豆腐不放进去煨一下，还是直接？好啊，放。你要照你自己的做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改变的。Andy 呢，就是高 C 果汁，你也可以称它为三 C 果汁。哪三 C 呀？你就加 iPhone、iPad， 然后还有 USB， 然后硬给它打在一起。台湾特产的巨峰葡萄，然后把它去皮去籽，籽也去掉了。对，籽也要去掉。它有渣。它有渣哦。阿基史诗。变变，更精彩四方赛 PK， 广告之后继续。我每次参加一些聚会需要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需要蝴蝶姐姐。小朋友很容易拉近距离。他是小朋友世界的，在他之前是杨颖哎，他是在他之前是杨丞琳，在他之前，陈琳应该没有啦，因为陈琳的年龄你是接杨丞琳的吗？高一点。不是，我是接林青霞的。我接周润发啊，我柳大哥啊。没有，
自己啦。哦，对，陈哥的意思说，你那个工作的前一个主持人是谁？不是接单人的意思。回答得好认真。皮卡丘啦，海绵宝宝啦。我们到隔壁走走，这边请。已经没有隔壁存在了，好吗？有啦有啦。我怕再不过来看，就到隔壁病房看。好。我刚刚炒了洋葱，还有那个甜椒、青椒嘛。你火要开大一点吗？还是就这样子啊？因为刚刚有点过，在等你们的时候。有过啊？有过吗？它有沸腾了。沸腾了是？沸腾一阵子。然后，所以我现在要加沙茶酱，还有那个蚝油。嗯。沙茶酱要加多少？就是看你吃的咸度，就是量。啊，你也可以尝一下味道。差不多不到一大匙了，目前。哦，不到一大匙。那你要多一点吗？好啊。你在家有试做过这道菜吗？没有。有吧？有。你妈、你爸爸不让你下厨，怎么可能试做过？所以我趁他出去的时候啊。你爸爸现在会管你很严哦？不会，他会让我自由生长啦。生长？生长？你是金针菇啊，自由生长。我觉得要不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是不是？对啊，因为你的那个。刚刚那个你不是绝不觉得要尝，你不要再绝不觉得了。对不起，夏雨乔，助攻失败，刚刚就是被我毁的。好好，对不起，不会不会，我尝尝看。哦，沸腾了耶，好旺。对，因为蛋豆腐也有味道。嗯。好灵呢，真的。哎，你要勾芡吗？说什么？好喝哎。勾柠檬哦，勾柠檬要勾芡。好，你帮我勾一下芡，谢谢。啊。要勾芡哦。可是如果等下勾啊。先过一下下哦，谢谢。真的铁板哦。真的哦。阿技师啊。嗯。难得下厨，很少下厨，几乎不会下厨。他现在的表现还可以吗？非常好。非常好。用心就可以了。你要勾芡啊？哎，你豆腐不放进去煨一下，还是直接？豆腐呢？好啊，放。你要照你自己的做法，因为。对。我。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改变的，好容易失去原则哦。你可以煨，可以，可以哈，那就让它煨了。然后呢？然后我这边要炒奶油，不要用翻，用翻的。我想要先让它平一点，再一定破，一定会破啊。对啊，你说现在可以翻哦？翻可以啊，你心情这么好，怕什么？加油，乔乔，加油，加油！服务，我好紧张啊。加油！拿锅铲来，由下往上拨就可以了。由下往上。对，由下，你就借着洋葱，那些蔬菜料的力道。破了。不会啦。破了吗？好了。其实这一分阿基是不会扣你，因为是他教你不会。好了，我翻看。哎，可以耶！厉害耶！你很厉害耶！好了，不要再翻了，不要再碰它了。这边看来快完成了。我好像对。那整个铺盘在铁板上就好了，奶油就这么多就好了，是吧？嗯，对，对，好，就这样子喽。好，算完成了，算完成了，你的铁板豆腐是。你姓什么？简竹林。简记铁板豆腐，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很好，蛮大气的哈。简记铁板豆腐，好，完成了，隔壁来，加油加油加油！哎，这边也完成了嘛？今天基本上也已经快要完成了，然后 ending 呢就是高 C 果汁，你也可以称它为三 C 果汁。哪三 C 呀？你就加 iPhone、iPad， 然后还有 USB， 然后硬把它打在一起。没有啦，来跟大家讲呢，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特产的巨峰葡萄，然后把它去皮去籽，然后籽也去掉了。对，籽也要去掉。它不是隐形力超强吗？它干嘛去籽？它不是打就打在一块儿？就是它有渣，它有渣哦。阿基史诗，变变。然后这个呢是柳橙原汁，柳橙原汁就是把它挤出来。量是差不多大，因为我自己个人都是凭感觉的，但是今天的话就是大概差不多半串到一串的葡萄，然后四颗的柳橙汁，两颗的柠檬汁。四颗柳橙，两颗柠檬，对，但我这样出来这个就很好喝嘞，很好喝，完全没有加糖。哇，口水在分泌了，真的是因为酸吧？一定是。自然而然，要来当乐活美人喽！起飞喽！
这个很像也蛮多人用的这一台。哎，你看光这样喝，就是这样闻就觉得，倒数十秒。好，我没有要装饰什么，没有，我们都已经好了。吹非常好，今天好清爽。爱的洛梨汉堡的确非常的营养，再配上我们这边的这个高 C 果汁啊，是的，这 C 非常的高啊。送给旁边帅气的阿基史诗。旁边帅气，时间到。上菜了，来，爱的洛梨汉堡。我们先吃它的，然后喝它的果汁之后呢，清爽的情况之下再吃的。碱剂铁板豆腐，碱剂好不好？哎，我们先干杯好不好？先干着，干杯！好，祝你们的专辑大卖啊！谢谢，新书大卖，活动顺利，这边反应好。哎，谢谢。好喝哦，这是什么？葡萄加柠檬，加柳橙，加柳橙，怎么那么浓稠啊？我的核桃很讨喜耶，是不是？没想到汉堡没有肉还可以好吃，帅。非常好。哦，这我真的可以吃一整个。碱剂铁板豆腐，来。哦，这个也不得了，真的。谢谢你。我刚吃我也吓到。真的假的啦？你吃它真的还不错哎。真的吗？谢谢你，有你的帮忙。哦耶。我希望你们今天至少要得到一票，好不好？好。刚才柳汉雅得到了两票，再得一票就把今天的新花色全新2011年春夏最新款，准备举牌，一、二、三，举牌。一票，票一票。来，为什么投给胡队姐姐？我想比赛一定会有输赢啦。当然。哦，那每道菜所呈现的方法不同。那比如说阿雅这边，如果说你以养生的方向来讲的话，真的是做得非常棒，而且可以说对我来说是零缺点。那为什么不给票呢？可是因为步骤太简单。比赛我们还是要把比如步骤放进去。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把洛梨拌一拌，这个组合很好，可是你没有火的部分，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工序都没有。那相对蝴蝶姐，早说嘛，那我就火开着，然后去拌洛梨啊。这样肯定也是得分，这样肯定也是得分。那因为比赛你总是要有一个点，才可以去评。那我觉得蝴蝶姐第一次下来做这样，然后可以有这样的呈现，包括豆腐的部分呐、菜的部分，所以我选的这边。因为它的工序上是比较复杂一点，那真的非常值得。尤其对一个没什么做菜经验的人来说，很难得愿意挑战你。谢谢，恭喜，谢谢阿拉丁啊。阿拉丁给了自己一票，为什么？最主要坚果类的东西跟所有食材搭配的时候，除了阿雅刚刚一再强调的养生以外，整体的入口的感觉是舒服的。最妙的是这一杯了。那么刚刚你们一开始就一杯就喝完了，其实我只喝一半，喝完了留一半的部分在肠胃当中，再让它舒服后半段，这个是最重要。没有，这个是重点。那今天我没有给这个豆腐，最主要是它煮塌了。啊，那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你最起码还懂得说把那个油放到铁板上面来，然后用铁板装。那这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两边今天都不好评了，两边都不好评，是不好评。那么势必有得有失嘛，但没有关系啦，得是时机，失是顺应嘛。谢谢。平常心就好，平常心就好，加油，两边加油，真的都很棒，非常好。今天呢，刚刚的阿基师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像呼应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的饮食啊，对不对？那我们他在这个果汁分前后段喝，可以舒服前半段，又可以舒服后半段。对，但是不管前半段后半段，我们要健康下半身才可以。是的，对不对？总结的好。好，三票对一票，恭喜阿雅获胜。恭喜！来，请到中间，意大利进口炒天锅，准备颁奖，到中间就位。我今天最感动的不是这个锅子，是我可以从阿基师的手上接到这个锅子。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出一边同样一边的评分，好不好？这样我们就有夫妻头了。好，我懂了，原来今天输错边了。对呀，下次要再来啦。这个食物替代药物，对不对？就可以里应外合的乐活一辈子，对不对？
非常好，非常好。也希望你这个活动啊，因为你们还要这个舟车劳顿到全省各地啊，北中南都有，要注意这个旅途的这个安全，好不好？哇，这节目好温暖哦。好，当然温暖啦。对，最后我们就看詹姆士跟老婆热吻，来帮今天的打击打击，冷静，温暖。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根本就也要有激情啊！我那段节目等我们凌晨一点重播就可以了。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阿基大神，这个好帅又好看的型男大的手，祝全国的朋友底子神经乐活一辈子，下次见，拜拜，晚安，拜拜，谢谢，谢谢。杨奇、刘志翰带着妹妹来 PK 指定菜，依旧带要挑战师傅级的五分钟指定菜。这应该是第一次做，你看，真的有练。想要看一个红色的吗？因为都是绿色的，好单调。对啊，旁边有，不要急，这么怕无聊你。你真的要听我的，捧屁花塞到虾头里，我刚忘。捧屁花塞虾头，我刚忘记了。要帮你开大火吗？不用，现在温度 OK 了。哦，五分钟很急耶。对啊，真的在。到底是谁想出来的？真的。是说哎，那要加地瓜粉吗？要。哦。要加地瓜粉。要。什么？这个也要炸什么？大蒜。第二阶段谁来帮我做？悄悄说想上场帮忙，没想到抽到的竟然是……我会，我这次真的会，之前是乱讲的。而且抽到谁就得做，不可以不让他做。上次就有人不让我做，谁？气死我了！你们兄妹俩看真的好厉害哦。我们最起码不会放火烧棚。你觉得我们是麻婆豆腐那个肉有一点不溜的滑滑感吗？我不知道哎，想一想啊，有点不溜的滑滑感。谁来帮我做？一到六号请选择。江江，五号，五号，好不好？好，五号选到的是。